所以鼓励大家，如果要解这边的高塔的话，就可以从这边的地方开始，火山的这边的高塔出发，然后解这个高塔。我们现在跳下去咯。有时候在想，他现在穿的这个装备很重哦，会不会掉下来掉的比较快？不过看起来并不会，怎么就直接飞到了这个塔的上面？你可以看到塔的下面哦，全部都是怪，然后怪的那个高塔这样子，那我们就直接飞到这边。直接飞到这个塔的上面，帅吧？这样我们就解开了这个区域。事实上，如果全部解开的话，他会说：“哦，你就完全解开了。”像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高塔都完全解开了，这个《萨尔达》游戏这个系列啊，从开始解第一个高塔到现在，所有的高塔都解开了，不知不觉的。讲说我们现在的地图就全部都出现了。